的希望能打破科技校院校纪，兼过于同的缺点，将各校史展现于外，并形成典范特色，以永续经营。而评鉴制之设计，本应定期进检讨改进，故等地制评鉴在实施二周期后，有必要结合学校特色调整评鉴模式，为自我品质保证 self-quality assurance， 一方面导引绩优学校透过自我评鉴机制，以自我品质管控代替外部评鉴，一方面松绑性评鉴，打破一体适用之校标，使学校得以发挥其特色，并透过制引导学校办学趋向多元，满足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之需求。此外，教育品质的提升，仅只有依赖学校之投入 input， 务实学生学习成效之产出面 output， 及毕业后所学能否为业界所用一事重点。因此，本部将督促蒋科技大学与技术学院教学卓越计划之区域教学资源中心发挥功能，持续加强技专校院学生之基础英语能，培养其国际观及国际移动，并透过建学生学习成效评估机制，以确保学生学习品质与实务之就业。五、充裕技职教育资源。技职校院实作教学所需实习工厂之建制，及机具与相关设备等需投入之经费，均高于普通教育，为现在政府补助、企业或校友捐赠等方面，技职校院获得之经费仍足，亦成为技职教育发展之一大利。六、为培育产业发展所需之人才，缩短学校实作教学实习设施以便借之差，强化台湾重要基础工业人之培育。本部将宽筹对技职校院之经费补助，以扭转社会重高校轻技职之意向，并考将落试助学及学杂费减免学生人之多寡，大力经费补助之考，确实学校体质背景发展差，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充裕技职教育资源。另在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有效管制技专校院之招生名额和调整学校规模，辅导办学绩效加之学校改善或转型，以有限制教
欲经费发挥办学最大效，心流是促成直优亦为本不充，欲计职教育资源的策之。此外，政府经费有限，民间资源无穷，未补社会资源投入。继职教育，增进业界理能，促成业界积极与学校合作共同分担等。财训之风气，本不除将增加及整合本身资源外，亦将补业界理。即提供教学、训与实习协助，并补业界捐赠学校教学设备协助。教学训师资，提供学生实习机会，建制学校与产企业沟通资讯平台，以持续增。进业界及时体能，让业界提早获取人才，学生获得较多资源与经验，政府减轻经费负担，确实深化产官学节，获得多赢的效果。五十一四动方案，17年1月建产官学研合作机制及平台方案。27年2月完备技职教育相关法规方案。37年3月调整系科对应产业需求。方案四八年一月提升教师实务经验与教学能方案。五八年二月强化实作能及就业接轨方案。八年三月实证能合一方案。七八年四月促进职涯发展方案。八九年一月调整产业实务导向及为学习课程方案。九